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i，我去李安，我去那个什么你，可以了，很完美了，好的，我这应该这个连麦怎么连啊？怎么连麦啊？你刚才不是说你会吗？我发起邀请，我看彩虹，我就说得连麦吧，不用啊，是，我邀请你了，我啊在该用户，不是你说，你怎么不支持连线呀、啊？你从你快连我。从右下角那个连麦那儿连我。不是，咱就是说没干过这活。这个，不是这个，这个那个点点点。对，点点点。朋友们，点点点。哦，对，不能这样，要他我们去看他的直播，然后他邀请我们，我们才能连。对啊，谁说我们上去之后就四个人都在里面？不是，你们来邀请我。啊，对，你在哪儿嘛？不是，是这样的，有打了一塌糊涂。不是，是在这儿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开直播，然后你进来，我们在观众席里邀请你，然后你的画面才会进来。不是，我们他得自己有直播，这可以连麦，连。对，连麦就是要一个人到一个直，那我们就把我们的退了，然后我们去你们的直播间。不是，因为你啊，我来看你，听说我，我来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问问。我上次就是这么连的，在这儿。你讲句话嘛，你跟他打招呼。我去妹妹的直播间一会儿。嗨，没有的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那个命中注定的。救命啊！我丢了。太混乱了，我的妈呀！都跟你说怎么回事？可以不连吗？我们去你们直播间。对，你的直播间有点冷清。我们去你们直播间吧。现在要连吗？通了，哎，回来就好。我们去你们直播间。Hello。连上了吗？行吗？谢谢。嗯、我们试一下，我们俩去你直播间，发起邀请，你发一下，那个不是，我们要不要问一下是什么？就是这样的，相信我。是，但是我点了邀请，邀请后面那个就是这样的，他们可能觉得我们知道吧。邀请上麦啊！哎，你先回屋里，你别退，哎、我这有个邀请。我没退。邀请上麦，不对，你要到他的直播间里面。对，我们直播间，好热。那怎么去啊？哎呀，我来，还是我们可以各播各的。你该用户不支持连线。等会儿，就因为我们也在直播，所以没法连。你看你能不能邀请？不能，因为你们不在。哎呦，你们，哎呀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就不连线了。我们反正这样也是连线嘛，你看。